好，下半场开始了，12分钟最后的决战，刘毅的掩护，周凯恒小打大，哦，周凯恒完全不触王增杰的防守面积，蓝队打高，红队打快，高崇伦个人第3次犯规，分差还有5分，蓝队要加油了。回场为例，周凯恒还是经验。好防后边，好防好防。换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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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人。红队请求换人，更换了场上的后场组合。现在每一次的攻防回合，王世鹏指导都会对阵容做出调整。郭建破联防。包夹，哎呦！丁锦辉知道，得对于破联防这件事情给出更明确的指示。打出分，高春文接球，corner three，刘毅临危不乱。朱宗伟上球。谢礼时背后传给了李林，好的，蓝队的进攻啊太依赖于内线了，别急别急，周凯恒落阵地，两边都是小阵容啊，往上提点，高崇伦，哦，朱宗伟吃火锅啊，夏天吃火锅很过瘾啊，李林，现在双方都是小阵容，就看大个儿谁的机动性更好，刘毅，好球，刘毅，红队靠着队长一直在持续的拿分，13分，三分球没有，蓝队的退防出了问题啊，周凯恒底角单 three， 暂停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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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我们丢的分全部都是反击反击反击不到位的，那退防太慢了，中间给他往底线突破，中间不给突破，给我掐死了。罚球线，哎，罚球线给我，罚球线给我，罚球线别给突，别给接头，给我，给我。然后罚二三，来，陈叔，宁愿给突破，哎，宁愿给突破，放到他这里去封盖去，我去封盖，中间给我，全给我了。现在这个回合是这样的，这个人防谁，谁就去来打挡拆，挡完拆之后，我们不要挨扫。我希望把球打到他那里，让他去打那个小个去。OK。打那个小个的时候，大个一定收的特别快，把球分出来。OK。外面人投篮，好吧，走吧。好好好，加加加加加！来，红队加油！看看两边的教练回来之后怎么布置。来，左双溜，左双溜。上我上面，上上我的。朱宗伟，左侧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上分了。朱宗伟 baseline， 快点后面，哎哎，闪回去！我怎么说的？刚才怎么说的？步枪阵底角的机会，刘毅又空了。哦，刘毅弹无虚发。王指导讲过战术以后，我是完全认可的，而且这也跟我自己心里想的打法是一样的。王导成功的布置，我们的外线球员拉开了足够的空间，然后一直的在去突分突分，在进攻端打出了足够的杀伤。12，6个球。刘毅个人拿到16分。往下走，往下走。
王贞杰一个打俩，太难了。刘毅又来了，漂亮，扎扎实实，两分入袋。同学得上啊，防守耐心点。刘毅个人拿到18分了。没有，你看这个空位都不知道去看。转一球，转一球。朱松伟点开再传。哦，漂亮，谢立石好样的。哦，空中还有一个滞空。防守。空中对抗。那一刻感觉停在了空中。王炫走步，换一下人，还放二，还放二。三分球命中，柴纯泽，还差9分。柴纯泽个人拿到8分，连续的出分，还是出现在底角的机会。哇，刘毅，今天在这个角，这个角现在叫刘毅的底角啊，弹无虚发，21分了。刘毅在不断的站出来去拿分，然后帮我们稳定了军心。对，刘毅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的强，就是通过这几场比赛都能看出来，他还有一个大心脏，当在球队比较危机的时刻，他都能扛起球队往前走。刘毅投进几个三分之后，我们是心态是比较崩溃的，好不容易开始追分了。然后又被他投进一个三分，一下子就士气就低落。Go go go！ 传球。刘浩然。罚球。扶起来，罚球。还要暂停。红队请求暂停 ，Time out。Red。非常好，打得非常好。下一个回合，小胡从这里落位，跑到这里。不去挡拆，直接打给小胡，这个时候往前运一步，曾杰肯定来防你。我希望打到这个地方来，打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塞给你的时候，这个弱侧的中锋一定会过来协防。好，打到这儿来。好，继续留意。进攻耐心点，我们要打自己的节奏，别跟人家跑。我们篮板球下来之后反击，该打打，不要每个球都打阵地了。前场拿到球，篮板球。后卫接应了之后，先给球，给完球再走。内线直接打挡拆，突破分球。就算他们打进了，咱也快发球，不要去想什么，对啊、好不好、啊？对啊，就快发球，不要去想。啊，没关系，是有时间。来，红队，加油！红队暂时。